是一种成就，但是当你齐心合力拼凑出来的胜利，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。我向各位承诺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训练出一支出色的龙舟队。我是你们的教练，我叫阮小月。划到省队去，划出金牌，划出彩虹。我来这里投入到另外一个运动当中，我完全都是为你投入哪个运动我不管，可是现在你投入到哪儿你知道吗？你投入到别人的生活中去了。你是教练，你责无旁贷。你们划龙舟不是为了看女生的吗？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为什么要划龙舟？我们是真心喜欢划龙舟的。我觉得一队员坐在同一条船里边，齐心合力，使劲的划，拼命的划，不管成败，这个过程。我们是最强的。用力划。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，我不会放弃。划到省队。划到金牌，划出彩虹，加油！